社区的长辈认真听着讲师说明，平常手机里接到这么多讯息，到底要怎么知道是真是假？怎么样避免成为乱传假讯息的一份子？日前，中嘉新市坡来到了中和鼎南里举办社区影视学堂。鼎南里里长谢生如表示，感谢新市坡带来这么实用的资讯，让长辈们减少受骗的情况。不少大哥大姐更是觉得获益良多。不要乱发讯息，要求证，有得到很多的收获。谢谢里长，谢谢你们新市坡。我们很非常谢谢新市坡带来那么好的一个辨别讯息的这个打破这种谎言假讯息的这种的资讯，让长辈呢不用再说接受到这种的可怕的心理。我会利用这资讯，宣达给更多的里民，让他不要被假讯息所害。而中嘉新市坡代表陈焕鹏表示，新市坡在地经营超过20年，不仅提供收视服务，同时也有一份社会责任，让民众了解媒体试读的意义。透过深入浅出的说明，告诉大家要查证、不轻信、不转发的原则，并且教大家使用社群软体的讯息查证服务。那我想媒体试读的一个这个教学的话，就是如何教导我们的长辈啊，透过一个软体的查证啊，就是我们一个手机软体 LINE 的一个软体的查证的话，知道这个讯息是真是假，这样那其实还蛮简单，也容易学习这样子。课程中也透过有奖征答的方式和长辈们互动，加深大家对辨别假讯息小撇步的印象，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安心用手机，做个聪明的使用者，而不是被假讯息骗得团团转。我们2020年社区影视学堂赞不赞？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道。